食用盐，少许的老抽调色，然后把青红辣椒放进去，用筷子翻拌一下，辣椒断生以后，再放入切好的蒜苗，继续翻拌均匀，然后继续开大火，把里面的汤汁收至浓稠。哇，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，特别的鲜香美味。最后把汤汁收至浓稠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鸡肉又香又滑，还非常的入味儿，香菇也吸足了锅里面的汤汁，鲜香味美，回味无穷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这样做的鸡肉特别的鲜，而且一点也不柴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嫩滑。每次家里面做一锅都不够吃，配上米饭、大饼都非常的不错，特别建议大家试试这个做法，省时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